天床上的时候最走路，第一次去上学，第一次写字要掌声。好多人生的第一次都是写爸爸或者亲你的手，一点一滴陪伴着他学习成长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娶了我家的金颖，是你爱的荣耀。接下来呢，要每天多爱我一天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要学着什么？放手。要爱到什么时候？要爱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都像星期五晚上，好不好？一起攻，三二一，一起攻！谢谢爸爸。听爸爸祈求一个月一次万风雨交加的喜悦，为对方遮风。一个月写一写词，再到今年奇迹般的强势回归，撼动全台。所以我告诉你，今天你娶了我家的金颖，是你爱的荣耀。好，讲到这里就要鼓掌了哈。接下来呢，要每天多爱我一天。所以说呢，在这个时候，我应该要学着什么？放手。要爱到什么时候？要爱到某年某月的某一天。我希望你们以后的日子都像星期五晚上，好不好？一起讲，爸爸，一起攻，三二一，一起攻！谢谢爸爸。听爸爸祈求一个月一次万风雨交加的喜悦，为对方遮风。Thank you.